个气象部门预报，台风小强到南海东北部海面提速西移，因超过台风塔加内空气，台风小强对话时将有严重的风雨影响。受台风小强加内空气的强大影响，从昨天早起，华池海力风力逐渐加大。昨天早八点到下午五点，立地出现北高十一级大风，南澳桂湖屋顶落地最大阵风十一级。沙头附近海面出现十九十一级大风，创始台风五十二警信号中度西后灯。根据气象监测，今年度十四号台风小强以强台风级到台湾南部登陆，之后西移，来势汹汹，出现活动沿海。但进入南海之后，由于失去了有利的海洋条件及暖湿气流作为后盾，其强度快速减弱成台风级。目前小强主体消散，十级风口从一百二十公里减衰为八十公里。但是影响到一百八十公里以外，未被十级风口覆盖的沙头南澳桂东南沿海，到下挂一点的时候就出现了十一级阵风。要做你几什么？小强会带来几多的风浪呢？那么秋季台风呢造成的大风天气，除了来源于台风本身之外，其实还有东陆冷空气所造成的叠加影响。那么台风小犬呢，它是一个低值系统，大陆的冷高压是属于一个高压系统，那么两个系统之间气压差的大小决定了风的大小，而且大风风圈的范围呢会向远离台风中心，向冷空气的来向的北方扩展。那么这也是小犬的风圈在紧缩，距离我市较远的情况下呢，我们沿海还出现了十到十一级大风的原因，再加上台湾海峡的峡管效应对风力有一个增强的作用，所以导致我们的风力分布是不均匀的，在内出现了内陆风小而沿海风大的情况，所以市民朋友要特别警惕秋季台风叠加冷空气所造成大风天气的影响。据了解，小强是华池入秋后的首个台风，落来两三日，仍然将给华池带来雨水影响。今年第十四号台风呢，小犬在今天下午两点的时候，是位于汕头的偏南方向约两百公里的南海东北部海面上，中心附近的最大风力呢是十三级，预计它将以每小时十公里的速度向偏西方向移动，在八号的时候在粤东的近海海面转西偏南方向移动，那么强度呢是一个逐渐减弱的，九号的前后呢可能会在珠江的外海面减弱为热带低压。台风小犬叠加冷空气的共同影响呢，那么今明两天我市的风力将持续较大，那么陆地的最大风力呢将达到八到九级，阵风十到十一级，汕头附近海面的风力呢九到十级，阵风十一到十二级。那么今天夜间开始起呢，到八号的上午是降水的密集期，将有大雨到暴雨的降水，这一次平均的累积雨量呢将达到四十到八十毫米，那么降水的中心区呢在潮南区，局地累积可达100毫米以上。随着台风小强的逼近，华池各景区景点相继暂停开放，并切实落实各项防疫措施，确保游客能心安全。受台风小强的影响，从昨晚十一点起，沙头小公园历史文化街区部分路段临时封闭，活动暂停举办，暂停游客的相关服务。我们昨晚开始就开始那一个加固门窗，然后还有一些那个。商户是沟通商户，他断水断电。像今天的话，一些大的旅行社的话，我们都是会进行相关的劝阻，让他们不要进到一些相对风险性较高的一些区域。散客的话，会保安在旁边会进行一些相关的解说解释，包括会让他们通过骑楼这种比较安全的方式进入。明山记者到小公园历史文化街区台告，丁板街甲国平路、白顶路等已经暂时封闭。在其他区域，还是有部分市民及游客想坐住最热的尾巴过来铁佗。对于部分路段临时封闭，大家拢表示了解及支持。我觉得挺好的，因为毕竟还挺危险的台风天，然后就围起来还是可以的，而且拍拍照片也挺好看的。对，也不一定说一定要去挤在里面那样。对，就天气可以了就玩一下嘛。如果天气不行就撤退。不要做防风的措施吧。天气如果冇的话，我即时就走哦。从明早开始，东海岸的风浪明显增强，人的欢乐小好。但花少不少游客来这个铁佗，其中有直属家长叫农家，爬到黄浪波堆的能走礁石起顶非常危险。风大，下加铁佗去
攞拖到你后边海啊不？我系一米的，用料就七四十，你海压大。今天差不多，所以就这样过来。本来是不拍算过来，你又没去骑搞到，基本上没地方好，所以就过来。感觉这风浪有点大，所以就靠个绳子差不多就扔来了。多几个也提醒游客，台风天滨海风高浪急，请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注意避险。环球台风滨海景区景点及永定华窗是值得重点。为了缓解今年度十四号台风小强，从早起后港区就落实防风措施，强化对海滩的管控及安全防范，从六做好防风及防汛工作。明早十点，记者到后港区自动湾海滩台告，当地该岛各位的干部及志愿者，正对出入自动湾的路口实施封闭，恐慌去一个铁托的游客。我就买海滩的，我就买有。固定二十四小时值班值守，然后针对这次台风的，我也在我牌加到六道正牌人潮，到各个卡点，真惊对外来的市民啊、村民啊、游客，真惊坑里坑道、卡上团，然后卡禁止下海游泳。当地各位华丽按喇叭，增加防台风双窗，并加强海滩巡逻，提醒市民及游客远离危险。我这边的喇叭就是可以喊话，喊话。了解这个在南方落回卡海滩的，就是通过监控视频，通过南方到海边，及时就呼叫巡逻南方，高响着坑。坑道，坑里，提醒市民，台风期间，莫到海边，莫到海边去戏水游泳，因为海滩台风期间个风浪加大。中秋国庆双节长假，市民得了连行去乡外游览，放松身心之外，花不少人上岛抛岛之光，甲家己匆匆点，感受龙口的文化氛围，甲乡乡之乡，乐享今日美好时光。行起哩，走进市岛之光一楼个小女子通岛之俱乐部，浓浓的之乡碰面而来，各类之家吸引了好多小读者。伊人襄阳的紫海东进行落塔的乐趣，他喜欢交通的汽车的一些科普的各方面的，让他们增长一下知识吧，就是感受大家在一起阅读的一个氛围吧。带两个小朋友过来，我们都是一起来陪小朋友读书，你只有自己坐下来了，小朋友才会跟你一起读啊。五楼自习室的座位也成了人气旺地，不少热爱落塔学习的后生人，多几个自习充电，享受降低时的快乐。学的是物理，然后再看一些定学的题目，因为这里学习氛围比较好。然后还有就是来这里的话，也可以跟同学一起来讨论一下，就一些解题的思路什么的。在学高中的英语，我这边比较有学习氛围，然后。自习的话会比较环境会比较好，可以自己充电。据介绍，双节假期截至十月五号，市图书馆共吸引读者一五万一千人次。到图书馆台子行心，已成为不少汕头市民的度假新模式。丰富的活动也让读者会到沉浸式的落塔等收获完美假期。国庆节期间呢，我们图书馆有举办几场活动。是四楼特长部，在四楼特长部举办的是古籍保护的宣传活动。活动的内容呢，有那个线装书的装订，还有就是拓片的制作，还有就是雕版印刷。这活动中呢，就是学生在活动的体验中，他们体验到就是古籍的一些知识，还有就是对古籍宣传保护的意识的培养。然后少儿部他们就是举办绘本给小孩子们跟学生讲绘本的故事。随着信息传播技术的发展，人们的生活如来如临开手机及网络，通信联系发生的改变让人惊叹。
日惊醒荒天覆地变化的通行难忘经深受触动。今日咱个认识农民从事通行行业的八零后李松甲几家长，伊能拢为祖国个技术发展甲科学进步感到骄傲。我是汕头联通的一名营业员，我是10月1号生日啊，所以这一点我是感到非常的荣幸的。李孙是潮州人，1989年10月1号出世，今年34岁。伊呾，因为到国庆节当日生日，所以当岁高大，每年个生日仪式感拢满满。就是国庆这一天，我可以同时收到很多个蛋糕，大家可能会觉得这个生日比较特殊，也比较幸运。2013年，李孙大毕业之后，进入了中国联通汕头市分公司工作，成为一名营业员。因为是10月1号生日，伊收获了不少友谊。当时他刚入职的时候，我们就听说有一个国庆生日的一个同事，那么大家都去看他了。然后呢，我们也渐渐的从同事变成了很好的朋友了。李松达工作中，伊见证了通信业界生命发展，如来如上境界通信桥段，方便了交通，拉近了距离。这将为龙王子国家对科研的投入，令人无比自豪。我们祖国的发展跟繁荣，我们作为一个人民的话，我们都是受到很大的益处的。当然是从事通信业界几家店是李孙的当领人，初卡的是伊也是1989年10月1号出世。对家己的成绩，几家店当然深感自豪。我叫季家典，今年34岁，刚好是1989年10月1号出生。这种能跟新中国同一天出生、同一天生日的这种机缘呢，并不是每个人都有。今年以来，机械店也见证了我国通信基础设施的高速发展。从现在手机智能社交朋友的多线、彩线的升级祝福，到现在的视频通话、日常会议，有着相近的通信服务，让大家能体验到更便捷的生活。一个视频电话就可以让远在千里的亲朋好友能之间能相聚、相互祝福。虽然远隔千里，但是犹如近在眼前。这一切都是经过了无数人的一个共同努力才得以实现的这一点。国庆节，李孙甲几家店等同心人也为大家送上美好祝福。愿我们的祖国更加繁荣昌盛，国泰民安，祝福祖国繁荣昌盛，山河壮丽，祝福汕头人民、全国人民安居乐业。国庆期间，中南区乡下领导当地举办乡村振兴杯、青少年五人足球校车赛。来自中南当地的球友当场竞技，共同助推基层足球运动的蓬勃开展。这次校车赛到中南区乡下镇新乡里足球场拉开序幕。来自当地的八支足球队共80多名选手参加了角逐。丽英场上，大家欢乐拼抢，大点球技，奉献出了一个个精彩的进球，也伫现场叮叮响亮的掌声甲大彩声，感觉体验很好啊！带动了其他乡村的所有的热爱足球的伙伴都过来参加，是感觉给他们做一个交流的提升哈，还有一个经验的提升。本次比赛的话，大部分参赛队友都是比较年轻的青年一代。那么他们所给我们带来的这个比赛的这个感觉就是非常的朝气蓬勃啊，非常的激情激昂，也是很积极向上的一个精神面貌。活动主办方表示，近年来随着青少年校园足球运动的蓬勃开展，来参赛的队伍技术和精速水平有了比较大的进步。直接参赛队伍也表示，这次赛事让家己的球技大有长进。我们举办这次足球比赛，主要是增强群众的身体素质，丰富假日文化生活，展示和美乡村建设成果，让群众过一个有意义的国庆节。国庆假期，市文联甲校工区委宋唐宝联合举办汕头市优秀舞蹈作品电影活动，来自创始36支优秀舞蹈队的更彩名舞者翩翩起舞，共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4周年。此次电影活动分小二组、成人组进行团体表演，
圣灵珠由沙头大学沙头职业技术学院沙头幼稚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市人的学校青少年活动中心等，甲各协会舞蹈爱好者推广参赛。小蜘蛛则由各区县舞蹈嘅协会推广参赛。电影嘅舞阵涵盖了中国古典舞、中国民族民间舞、长道舞、行道舞、拉丁舞、爵士舞、街舞等等。有嘅舞蹈化融入了英歌舞、桥牌等重元素。精彩的表演令观众眼花缭乱。我们这一次呢参赛有36个队伍，这个参赛队伍呢就是遍及我们六区县然后还有我们这个队伍里边有专业舞者还有那个业余舞者，这里边就是已经构建了一个交流的一个平台，希望我们通过这次活动能够整体的提高我们汕头的舞蹈水平。来自土库蹦斯坦的舞蹈梁子金卡也令人如梦即醒。你好，我叫万丽，我是土库曼斯坦人。你好，我叫萨菲亚，我是土库曼斯坦人。我们很高兴来到中国，还有汕头，我们很高兴。谢谢你们。今天的表演现在已经融入了很多的元素，里面包括了一些我们潮汕现在的英歌舞元素啊、舞狮元素啊，甚至现在已经还有一些国际友人带来了很精彩的表演。我连续来这里看了2天，我感觉非常的棒。更平心，此次电影活动评出了各奖项。希望以后有更多这样子的活动，就可以和更多优秀的舞蹈小队员们有一个很好交流的学习的机会。我也非常的荣幸，很高兴呢，能今晚来到这里呢，和很多的这个舞者啊，这个一起交流，同台竞艺。所以呢，我们也跳出了自己的水平。大好日子里边，我们希望能够以我们舞蹈人的优秀的一个舞蹈作品，还有我们优美的舞姿，来共同的祝福我们的祖国母亲。依故事台历史，1984年10月6日，潮汕民间艺术欣赏会开始举办，持续到10月10日。同时，来自泰国、法国、新加坡等国家及港澳地区的900多位潮汕乡亲全体前来参加。这是新中国成立之后，潮汕民间艺术第一次大规模的集中展示。当年10月7日明早，汕头市是举行隆重的大会，欢迎海外乡亲的到来。每月900多名里外侨胞、港澳同胞，甲市区挂出名观众组织，欣赏一场具浓郁乡土气息、前面地方特色的潮汕民间艺术表演。这场潮汕民间艺术欣赏会，给派来外潮汕乡亲留下美好的印象。期间，汕头经济特区顾问委员会举行第一次会议，就改善特区投资环境、投资条件提出了宝贵意见。自大选期间，海外乡亲还参观了汕头市社会主义强石成就展览，到汕头经济特区汕头大学潮州开眼二等地参观游览。海外潮汕乡亲表示，一定要各尽所能，为建议来发展建设贡献力量。详情可关注今日播点汕头电视台经济生活频道播出的汕头故事。这顿耳机彩成为了耳聋的焦点。据统计，2022年耳机彩刷单已经超过4000亿元，正朝着望一级的市场迈进。而此同时，耳机彩又因食品外窗、添加剂、进入校园等事件，陆陆登上新闻热搜，引发了社会的关注和担忧。因此，当初迫切需要建立一套具有权威性、强制性的标准体系，有效学界这个耳机彩商业界王者亮雕。耳机彩是现代食品工业界的必将趋势，国外的耳机彩参透录音非常贵。近年来，或者资本方通过让中国耳机彩的发展前景，不少地方拢将其作为食品商业升级的新势头加支持。今年发布的东港工业国务院关于做好2023年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重点工作的意见就明确提出，要培育发展耳机彩商业。不过近段时间，耳机彩陆陆因为食品外窗、添加剂、经济考验等事件，就点点登上新闻热搜，就形象引发社会广泛关注和担忧。该部相关负责人表示，耳机彩进考验应该提十分审慎的态度。
但就二级彩商业的发展之安，爱将社会真正对二级彩放心，和需要到商业规划上做更多的加法。二级彩似乎是新概念，但爱将业内的普遍推广，比如方便面、搭速冻饺之类从多远古的食品，其实拢是二级彩。但从当中的疑虑来看，或在消费者是把二级彩等等于料理包。由此可见啊，关于交代什么该正是二级彩，做你规划分类，到行业界消费者之间，或需要有能比简单接受的定义。其实呢，虽然截至2022年才月底，全国一共有二级彩标准69项，包括地方标准、团体标准、企业标准等等。但这标准有地方限制及缺乏强制性，对行业规范效果十分有限。二级彩花接受国家标准来加以规范。无规矩不成方圆，当中必须需要建立一套具有权威性、强制性的标准体系，能够有效地覆盖到整个二级彩商业的王者荣耀。因为食品化创是民生大事，无论是从保障食品化创的角度来考虑，或是从提升消费信心，二级彩商业两个标准体系建设，拢莫再忘了。